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有件事情呢，想跟各位分享，顺便记录一下。为什么？各位，你知道吗？前几天呢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厨房正在整修，所以呢，变成有油漆的味道太重了。林太太呢，她就回娘家去住了几天。那几天呢，也因为这样子变成各位，你看到现在目前我们房间的状态，就是这几天我一个人生活呢，让我们的房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为什么要整理呢？是因为我老婆明天就要回来了。那为了我的生命安全呢，跟一些状况呢，我必须呢要趁她回来之前，把我们的房间恢复到比较原始的样子。OK，所以今天晚上是什么呢？今天晚上没错，就是我们的男子汉整理房。这样字幕排不满，重来好了。今天晚上是男子汉整理房间计划，Go OK。恁一杯酒休困者。文臣，男子汉哦，就是安尼尔啊。整理房间基本上一点都不难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房间整理过后的样子。男子汉，我在整理房间，这就是我个人的男子汉整理房间计划。哎呦，连台词没跟上没有关系，你们刚刚有看到我到底在干嘛？我老婆不在家，我趁她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在整理我的家。OK， 我有擦擦，我有拖拖，我还有扭扭，我还顺便喝喝。OK。没有关系，男子汉就是这样啊！老婆不在家没有关系，这是我个人的 freestyle 然后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讲，然后手就一直停不下来啊，好像手没有动我就不能讲话。没有关系，反正我也只是一个过期的王帅。Yeah man， 哦耶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哎呦喂，我还剩，哎呦。